奶奶，我可乐呢？在冰箱里。没有啊。怎么可能呢？爷爷昨天给你买了五听。一听也没有。你好好找找。我找过了没有？哎呀，没人喝你的东西。哎，打开我看看。不用找了，我都喝了。你干嘛管我可乐？欣欣，走，奶奶给你买去。那是冰箱里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就是我的。那是给欣欣买的。冰箱里的不就是家里的吗？啊，合着我不是这家人。冰箱里的东西我动都不能动，不能吃不能喝，趁机饿死我是吧？饿死我倒也没什么，反正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就是再努力，我也是那小姐的心，丫鬟的命。可我就是不明白了啊，他冯鑫是你孙子，我肚子里这两个就不是了，你就不怕饿死他们呀？这可是两条小人命。再说了，他们不跟我姓孙，他们姓冯，是你们冯家的后。这一听可乐多少钱？一堆也值不了几个钱啊！我喝口可乐还得申请，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个孕妇，我就是上公交车大家都还得给我让座呢。再说了，欣欣都这么大了，马上就要上中学了，怎么也该懂点事儿了吧？怎么也不能跟弟弟妹妹抢吃抢喝了吧？我反应这么厉害，你们不关心也就算了，还那么凶。要是我有妈就好了，我一个打工妹，要家没家，要亲人没亲人，打碎了牙也得往自己肚子里咽呢。圆圆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你的家呀，我们不都是你的亲人吗？是啊，是你不拿我们当亲人。爸，你冤枉我，你冤枉我，我知道你就是看冯鑫他妈好，他怎么样都好，就是看我不顺眼。是，我是看着小战好，为啥？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？我觉得我挺好。好好，你好，圆圆，你好，圆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不想让你喝，我是怕影响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哟妈，你到底是嫌我喝了冯鑫的可乐呢，还是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呀？都是。那这还说什么呀？这还是我的家吗？我喝瓶可乐还需要申请啊？干脆把我嘴缝起来，不吃不喝，把我饿死算了。那太好了。冯鑫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干嘛去啊？我踢球，踢死他。妈，你听听，他这哪是在踢球，他是在踢我呀。我踢你，我踢死你，我踢死你，踢死你，踢死你，我踢你。妈，你听，他这哪是在踢球，他是在咒我，踢死你，哎呀，少说两句好不好？放心，我早晚给你买一张通往月球的单程票。哎呀，造孽，造孽！嘿，哎呀，姜老今天手气太旺，拦不住啊！这您做多少庄了？这已经是啊，有五六把了吧？对，呵，这一盘，嗨，谁呀？这么讨厌？然后。哎呀，拜拜。刘文，欣欣，我就不信了，您还糊这个？哎，就是这张，速七队。哇，还是双。哎，好，没事。哎呦，您接着连庄。抱歉啊，是小晴吧？是老婆，
小情发展的老婆，嗨，取笑取笑啊！怎么样，老哥的眼睛老辣吧？您这真是明察秋毫。铁子，哎，嗯，好，还是您。爷爷，怎么是你啊？冯总正在陪重要的客人打麻将，不方便接电话，所以我替他接。打牌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赶快让接电话。哎，别生气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保证能办到。我让他爱我，你能行吗？不让他回家陪我，你行不行啊你？这事儿也不难。滚，让他接电话，快点。电话他肯定是不方便接，你要想发脾气呢，就冲着我来。我听着，圆圆，圆圆，你是怎么了？真像你说的呀？这还没说全呢。不会吧？你对冯总那么忠心，把什么都奉献给他。按理说，冯总不应该这样对你。倒也不是他，主要是他爸、他妈，还有他儿子。你听听，他爸、他妈、他儿子，这前面都有个他呀，那怎么能跟他没关系呢？还有他前妻，他吧，倒也不经常提他，主要是他爸他妈老拿我跟刘晓占比。就不知道了，那黄领魁有什么好呀？圆圆，这事儿你真得大度点。刘小寨是人家的养女，感情肯定不一样。所以说呀，我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配合，都比不过他。他怎么能和你比啊？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。你看刘小寨啊，又粗又笨，还没文化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连福都不会享。冯总早就想让他辞职了。回家伺候二老和孩子，可人家不干，偏要去当那个扳道工。你说这脑子不是有病吗？你以为他脑子有病啊？石器坏了，可好用了，整天在背后叫他儿子怎么跟我斗，怎么给我使绊子。刘小战有这心眼啊？当然有。啊，对了，人家都搞成对象了。谁啊？刘小战？这刚离婚没多长时间。就他那样，不可能。看你还不信了，那男的你还见过？我啊？我还见过。你猜猜？猜不出来吗？肯定猜不着，道特别深。你还记得我结婚那天来要钱的那出租车司机吧？我记着，我差点把他打了。就他。就他，我琢磨着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他们本来就认识，那天故意来搅局的；第二就是他们不认识，之后又好上的。不管哪一种，都够可以的吧？那太可以了！哎呦，这我得刘小战刮目相看。还是我是第三只小妖精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下三滥。怎么说话呢？怎么了？你这不连自己都骂了吗？讨厌！哎，哎妈，
哎，我是小战，您不是说想吃我做的咸菜吗？我给您带来了，我就在小区门口呢。好的，我马上去拿啊。哎，老伴儿，嗯，你干什么去？小战给我做的咸菜，我去拿去。孙媛媛不在，你就让小战过来吧。啊，哎呀，何强不是在家吗？他在怎么了？小战是咱们的养女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去拿又怕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什么呢？郭强，郭强，哎呀，你看，这下来，你们吃吧，我不吃。不是叫你吃，是叫你有事儿。又怎么了？什么叫又怎么了啊？我说，咱们家什么事儿不是你妈操心的啊？什么事儿麻烦过你呀、啊？妈妈，你听见没有？一说话冲我瞪眼睛，好像我欠他钱似的。啊，得，是我欠你钱了啊！你儿子是大老板，咱们住人家房子，咱们吃人家的饭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求求你，我惹不起，惹不起，行了吧？有意思吗？你说这……哎，小子，你爹没意思。哎呀，我，你说你们爷俩这是怎么回事？一见面就呛。不是我招谁惹谁了？就瞅着我不顺眼。哎，小子，我说小子，你说我过去是这样的吗？啊？那我怎么了？您现在就非得这样啊？是啊，我那为什么就这样呢？您想，我哪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，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知道不？爸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有完没完呢？什么有完没完？你还吃了我？你要杀了我？你呀，你干什么呀，老头？妈，哎，老爸，你怎么了？不，妈，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您好，您是这里业主吗？以前有老见家。啊，是，不是，我不住这儿。那您找几栋？我，哎，我儿子来了。啊。欣欣。就跟妈没话说啊？是奶奶让你来的吧？嗯，奶奶是想让我看看你，是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你就知道嗯嗯的，就跟妈没话说啊？奶奶让我来拿咸菜。好吧，你拿得了吗？挺沉的。接头呢？你管着吗？又商量什么来欺负我呀？对，就是要害死你。欣欣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刘小战，我告诉你。你告诉我什么？请你自重。谁不自重啊？冯鑫已经判给我老公了，他现在跟他爸过，你知道吗？要说的话，我都比你有权。你有什么权利？有权利教育你，我是你后妈。你别做梦了，这才是我妈。妈，你别理他，他神经病。我不会理他的。好了，你也进去吧，啊，小心点啊。嗯，妈，你也小心点。